好的，欢迎回来。对，也是恭喜这玉女心经啊，玉女心经遇到你就心惊肉跳。对的，说你这是来那个是吧？陪看表姐的那个什么，跟我是来陪表姐玩的是吧？对的，陪那个你结果是吧？表姐现在进入三十二强嘛，能透露一点小道消息吗？是吧？那与我们那个玩家们是吧，共同分享一下，要互动一下是吧？对的，是吧？那这样的话才有激情永不可灭是吧？我们的魔道也是第一把还好，第二把完全是被压制啊，没有还手之力，非常的可惜。引战真的是那个完全没发挥好，刚那瞬间你知道，感觉意识特别好，那个预判到他那个刚好那个已经回过神来的时候，一个隐藏有五，然后再一个四十五大跳上去把他杀了。对对对对对，非常的厉害。对的，这也是打得特别的棒，也是恭喜那个玉女心经进入三十二强。好，那接下来呢会再遇到什么样的选手呢？你一这样讲，我就想到了传说中的那个职业。好，我就不多说了。你觉得你真的会遇到吗？感觉这一路下来是吧？有可能，有可能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一路下来哈，那个预售啊，也真的是不进球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。剑侠的话比较偏少，也算是，也不是特别平均啊。但是狂刀的话比较平均一点，那个数量还算是比较多，但是玩得好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多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场，第三场。对。我都说狂刀就来。哇，你说狂刀，这个狂刀听到你的召唤了。不太这么准确的好吧。ID 是 Mr. 失忆人。职业是狂刀所带大区，青龙在天。哎呀，都是老区，你看这边老区的那些高等级高层次选手都全都出现了。对对对，想说的话五。好，这今天统计一下，五一个五，两个打酱油的。对的。好，来切换一下这个对手。哇，这所谓的是内战吗？又是狂刀对狂刀啊，两个男人连连乐十年。我记得这有这个，嗯，非常给力是吧？对的。那游戏职业狂刀所在大区，青龙在天，有说的话从此咫尺为天涯呀。我一天呀，是吧？是我俩打完以后就从此再也不见了，是吧？咫尺天涯。估计是，他说那种是所谓的从此天涯是私奔吗？不要这样讲，人家两个男人，你说私奔有点不太好。不很正常。不过现在也挺流行的，是吧？对的，那不现在不是很流行这个吗？是吧？很好这个口味吗？男男女女。到了有那个情人节的时候在一块嘛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好的，也话不多说，来看一下这个第三场的、那个、第三场的比赛。对，好的，这第三场的比赛也是正式开始了。对的，那红方们是咱们的失忆人，是我们的点点乐十年，这个两个狂刀是吧？拿一把好像有一把像是剑一样的，但是这真的是刀吗？我感觉一把刀特别大，一把刀特别小啊！不要在意那些细节，人家就是拿的武器不一样嘛，效果一样就行。但是感觉霸气多了，然后这失忆人也是，你看。好，我们的红方先抓了一道，对，三连杀，再切断。狂刀那个职业穿的是重甲，就怎么说呢？他那个防御性也是特别高，血量特别多，反正是威猛霸气啊。对的，但是打出的伤害也是特别高。对，看我们红方这一套打的也非常伤啊。对，我们的点点乐十年非常被动，在打，还在打，还在打。各种伤害，伤害，伤害！刚才你没喝酒哦，果断，你这是要再喝一下酒。好，你哇，这一套是直接估计要秒杀了。一个双红来，然后继续再打，已经扫到极限了。哦，劈下去，哇，非常的漂亮这一套。这一上来就这么直接不给你反打的机会。这失忆人是吧？果断是喝酒喝到那种是吧？那个失忆了。你不觉得那每人家狂刀每次那个打一把下来，他的那个要喝口酒是吧？对呀、啊，那我感觉那个酒坛子，你知道是不要钱的是吧？好，里面
我们开始第二把的比赛啊。第一把我们的红方四亿人也是非常的给力啊，看第二把刚开始又是先抓了我们点点乐视年一套，对的，然后呢各种是他还有这边继续再打，再打起来挑，好的，漂亮，我们的蓝方也是很被动啊，对的，反正酒不用钱嘛，是吧，想怎么喝就怎么喝，没关系的。好，你这么一说我就不爽了，开始反打，对的啊，那个钱不是重点是吧重点是有的是钱。好，来看这套，哇好快，速度特别快，我感觉 这下连招，我的喝酒吗，啊果断没有，贴了一下啊，我的酒是要钱的、啊、你看这一把下来真的喝的酒是真心不爽，你看真那个是吧，那个是爷们就多喝一点酒是吧，那个跟朋友聚聚会都行，喝完就发狂，发狂就开始砍，对啊，这是所谓的狂刀是吧，啊原来狂刀是这么解释的，对的，你现在呢，我们的蓝方也是开始反击，上一把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啊，对，然后这套再挑起来，再打起来，我各种插插挑起来，哇、哦、一个，我、哦、勒、那个去，这伤害好高啊，这要反打一套吗，然后不考虑来放一个共工吗，两个对拼啊是吧，两个人都先喝口酒再说对的是吧，是不好好基友一辈子，喝口酒压压惊对啊，那个是吧，我现在抽筋了，然后刚好压压惊，你那个缓一下，好，再喝一口酒，我又来了，然后我现在更醉了，要打醉剑了，不是醉拳了，醉刀吧好像啊，对的，所谓的醉刀，这个又不进去，啊晕了，晕了，还在可能再打起来，还是我们的失忆人先抓到了机会，对的，啊各种插插挑起来，不要看我没喝酒啊，你可以喝起来就发起飙，我是起的后劲是吧，对的，再喝一口酒，哇你看这，你看这完全酒不用钱的，店小二都在旁边是吧，这大殿上那随时都可以扔一坛酒，免费供应，对的，那这供酒是吧，那个这酒可是比茅台还好喝你不觉得吗，我没尝过好吧，我来看这边插起来调，各种插插插，空中插啊，特别漂亮，哇又是一个，哇这伤害打了爆表啊，对，我们的点点乐视年现在非常的伤啊，这个血量很危险，对的，然后打，哎呦这先喝口酒压下去，然后断头台，哎呦这一下就没了，就直接进去了，直接错，然后看这套再打起来，上个状态再，哇、哦、我觉得这技能可以考虑抓人的时候用，你要不能用那个连招的时候啊，感觉说那个必须要得控制稍微好一点，要不然的话就掉地了，就像刚才那样。你考虑的是你考虑的，人家考虑的是人家考虑的。毕竟比赛嘛，是吧？这个是64进32。战场，那个时机瞬息万变啊。对的，而且是吧，对手实力都不差，你懂的。哇，直接平你来，你要不要这么凶？好，我们的失忆人也是现在又是在各种吵吵我们的。对的，难道这场真的带走了吗？好。恭喜咱们的失忆人2-0进入32强，